大概。你没讲清楚。开文本也不需要，就在随便乱丢这样。伊欧，感谢杰弗利亚耶杰尔亚特的手机。我贯彻了自己的信念，在我死之前数年开始，黑影就在诺布尔寇德蔓延，那便是黑药会。他们带来诱人的提议，但我根本不听。他们知道没办法拉拢我后，便好几次想取走我的性命，然后我并未屈服，还调查了他们的内幕、他们的目的、背后的主谋和他们之间的关系。然后我查到了所谓终结之门的存在。之后察觉到这件事的男人们把我杀了，但我不后悔。我遵从家训，为了这个城市而竭尽全力。唯一的牵挂是我留下普里姆罗杰独自一人，我让女儿肩负起了一切。普里姆罗杰，你来到我的墓前，告诉我说你遵守了我的教诲，你是很坚强的女孩子，找到自己该做的事情，并且贯彻到底，那也是我的意志。你继承了我的信念。普里姆罗杰，只有你一个人，很辛苦吧？请原谅我。你把自己安顿下来后，就好好休息。然后忘掉我，去找自己的幸福，追求属于你自己的幸福。我会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。哎呀，老爸伴身边有一点可怕。普利姆罗杰老爸留下来的讯。还有谁呢？伊冯看过了，好像剩一个那个谁啊？剩这个维纳尔的手机我要毁灭赫鲁布尔吉布尔谷。说出这句话的时候，那个女人脸上露出饱含深意的笑容。那是20多年前，我当时还是一介佣兵。那个女人前来委托，她拿出的定金数目当然不用说，计划成功后剩余的报酬也很可观，而且通过实施她的计划而建立的人脉圈也很吸引我。对于本来就不打算当一辈子佣兵的我，这可是个机会。借那个女人之手，我着手实施了毁灭这个国家的阴谋。首先，我利用那个女人的人脉，成立了名为修巴切寇尔的佣兵团，以召集人马打响名号。然后我花了3年时间收集赫鲁布尔谷的情报。这件事不能急，必须从长计议，从外部找到其弱点。我们将一些流浪、闲散的人员训练成山贼或强盗，将他们的武装袭击赫鲁布尔谷王国的边境，然后再出动修巴切寇尔的兵力去镇压。总而言之，我自导自演了一场好戏。由于距离王国中心地很远，国家军队不可能第一时间赶到，我们却事先掌握了袭击地点的情报。战斗的对象也并不是敌人，而是自己人，要假装镇压简直易如反掌。因为这场自导自演的好戏，修巴切寇尔很快在边境地区赢得了人心。慢慢的，经由边境的掌权者们的介绍，我取得了赫鲁布尔谷王国内部权力集团的信任。当时修巴切寇尔的名声也传到了国外，我也毫无保留的使用那个女人给的资金，巩固自己与国外掌权者之间的关系。然而，阿尔弗雷德王深得人民与臣子的信赖，要从他身上夺走人心，并非易事。不过，正因如此，只要失去阿尔弗雷德王，赫鲁布尔谷王国就会轻易的瓦解。我深谙此点，所以才看中了憎恨阿尔弗雷德王的艾尔哈特，安插他到国王身边当骑士，以便刺杀阿尔弗雷德王。接下来，艾尔哈特只需要等待时机刺杀成功就行了。为了埋下纠纷的火种，我用虚实参半的风声挑拨离间那些与我往来的国内外的掌权者。就算谎言多么荒诞。无稽都不是问题，因为人类相信的不是真相，而是自己想相信的东西。结果只过了12年，赫鲁布尔谷王国就毁灭了。但另一方面，我决定要跟那个女人撇清关系。我解散了已经没有作用的佣兵团，用赚到的钱买到地位与领土。老实说，我也觉得很可惜。我觉得那个女人还是有利用价值。可是不行，她为了毁灭赫鲁布尔谷王国所展现出来的那种执着，已经可以被称为走火入魔。所以，就算那女人的外貌再美丽，我都不曾动过一丝情欲。她的内心是引人走向毁灭的恶。如果不小心接触到这恶，手会从碰触的部分开始腐烂剥落，如致命毒一般的女人，应该说是魔鬼般的女人才对。因此，我到这里就和那个女人完全断绝了，斩断了关系。我的预感是正确的，因为最后将我毁灭，就是毁在我手上的赫鲁布尔谷的骑士。这个是。巴克的伪王，跟巴克的这个所有因果有所关联。好的，接下来前面就是没有办法回头的最终之战了，死了就要八大丑木头打，来吧，威力！
让我们痛快一阵。最后的地牢，大家可以换队伍，因为我已经知道队伍的摆放了，所以我的摆法是预计这个样子，或者是这个样子，这样打点会比较完整。希望一切顺利，出发吧。分割队伍，我已经分割好了，第一队伍、第二队伍，这边是八个人都要上场的战斗。一个走，挑战决赛，确定吗？魔神加尔黛拉，魔人の血を継ぐ者、我が父ガルデラ。覚悟はいいか。さて、どうしようか。さて、探らせてもらうよ。憤怒王者。頑張ります。コングレアルクス。哦，真的是有够痛，我的天！最后的应战，覚悟はいいか？猛攻！ここからが本番だ。これを使え。これでどうかな。ここからが本番だ。おおった。さあ、覚悟はいいか。来るがいい。さて、どうしようか。
隙を出そうか。邪魔をさせ、站不下来。不行，他现在被保护着，那个不能够这样。所以说，那么多。なかなか考えがいがあるね。これでどうかな。なかなか考えがいがあるね。邪魔をさせる。行くぞ。覚悟はいい。一旦瘦肉加雨，攻击变得不容易命中。負けません。コングレアルクス。そうだ。猛攻。这个王者也太硬了。ここからが本番だ。猛攻。さあ、どうで。どこが弱いかお見通しだ。頑張ります。コングレアルクス。球终于毫无防备。これ。さて。どこが弱いかお見通しだ。ここからが。さあ、覚悟はいいか。ゴーム将ウィンヒルドよ。哇，那个黑雾的状况好好强烈。負けません。光干没有用。カリサウェンジ。いくぞ。嗯，应该要尽早去探。どうしゃぶりや。なかなか考えがいがある。雷鳴よ、驚き響け。这个打不出来。なかなか考えがいがある。火炎よ、焼き尽くせ。那边那个水晶的这个，行きましょう。コングレアルクス。ここからが本番だ。猛攻。さて、探らせてもらう。嗯，他其实弱光啊。我来。どけ。覚悟はいい。そいつは怠けた。さあ、どう出る。マジックスティールだが。命中降低的问题好严重。
捕らえよ。王武将ウィンヒルドよ。我好痛！接过来，哎，病毒。これでどうかな？行きましょう。癒しの奇跡を与えたまえ。正面效果都被消除了。哎，这个是还好。这里要一个一个解掉，太危险了。使っておこう。負けません。コングレアルクス。それでは。コングレアルクス。哇，太牛，直接被砸死。一个字，回报。这个也失败。さあ、集中していこう。さて、探らせてもらうよ。それでは。コングレアルクス。ここからが本番だ。这也太牛，一定要拉。これを使え。さあ、我哈下一回的位置不太好，这边要硬敲一次。奥尔贝克的火力够。这里命中应该就没问题了。好。負けません。コングレアルクス。哼。どこが弱いかお見通しだ。泰迪翁这边的话还来得及。Magic Speed。ここか。さあ、覚悟はいいか。ゴブ将ウィンヒルドよ。さて、どうしようか。これでどうかな。
頑張る。では、行きます。コングレアルクス。うわ。なかなか考えがいがあるね。おお。这个真的不好搞。三人落点不同。一个一个亲吧。雷鳴よ、轟き響け。弱点更换。嗯、天光感觉。覚悟はいいか。これを使え。行きましょう。先打断一支。カルタウェンド。最後行動。这样可以断下面这只。雷鳴に怯えろ。行きましょう。属性伤害上升了。覚悟はいい。投降しエベルよ。可以，来得及。これでどうか。覚悟。さあ、覚悟はいいか。ゴブショウウィンヒルドよ。行きましょう。コングレアルクス。チン。さて、どうしようか。マジックスティールだが。哇，这攻击力低到没有办法吸引。JTYYT 感谢，不行，目光真的太低。嗯，这里要怎么拉呢？还有时间，慢慢拉就好了。想想看，这边怎么拉比较好？破了之后。上一格，下一回合，这边要拉欧菲利亚。これを使え。行くぞ。然后，对照单，三个都是全体的。没关系，就是要打。猛攻！どけ。这里给我。諦めるな。这里降防。集中していこう。どこが弱いかお見通しだ。
それでは、では、行きます。聖火神エルフリック。ここから、さあ、覚悟はゴーム賞ウィンヒルドよ。这里要给，这里要给 BP。好嘞。それで覚悟してください。コングレアルクス。コングレアルクス。这里回眸。これでどうかな。アンデッピーズ。哇，这个真的很痛。そうだ。那边要让塞拉斯拉，可是又没什么差别。不行，我觉得这边要复活。これを使え。どう出る。两下。那这边要等。これでどうかな。負けません。这里可以打两下。コングレアルクス。コングレアルクス。这里可以破。負けません。好，血好多。塞拉斯，来不及耶。コングレアルクス。なかなか考えがいがあるね。物防瞄准。下一回合。これでどうかな。そう。さあ、覚悟はいい。ゴーム賞ウィンヒルドよ。这里要先打伤害还是先上 buff 比较好？聖火神エルフリック。这里传魔。諦めるどうだ。上 BP。これでどうかな。そうだ。さあ、覚悟はいいか。ゴーム賞ウィンヒルドよ。打倒主王者无法解除诅咒，这个也是很麻烦。没有调查可以用，记得左下角是弱光了。
欸，不过中间其实同时可以打欸。这里就硬投稿シェベルよ。OK。さて、どうしようか。这里要继续上，这个都不省。これでどうか。ここか。そう。覚悟はいいか。ゴブ将ウィンヒルドよ。頑張ります。コングレアルクス。コングレアルクス。最后行动还在，这个蛮准。下一回合的话，最后行动还在。西魔物防是降的。マジックスピードだ。欧菲利亚还有一回合，打不了这么高，加减还是要打。干，你老叔按错了，完了，按太快了。那没有法，这边伤害还是要给。没有办法取消的，这伤害还是要给过去。これを。さ、覚悟はいい。ゴブ将ウィンヒルドよ。よし。これで終わりか。下一站。所有攻击都无法命中，加了可以了。九九，就先把上面三个东西清掉吧。这全真教，元素成长。哇，这个好痛！海因特果然是顶住。海因特我还给了蛮多东西的了。想想看，这次魔法比较多说。海因特就算拉起来，好像也顶不住。お題いらねえよ。私の番。魔法，这边有人可以上魔法。中间那只是一定要先清掉，他魔法太痛。左下角那只先动，弱光五五六，哇！这种属性弱点，其实我反而没什么好方法。先上个物防再说吧。哦，那可以。好，这边顶住了。武闘機シルティージよ。かかってこい。这个有办法顶住吗？
太痛，我没有补血用。有没有比较好的补血能力？单体完全恢复。哇，这边要靠赛，超危险的。使え。身体强化。冰，哇，这个，这一招太伤了。冰玉是最痛苦的那个吧？冰，所以我二队必须要带魔法比较高的队伍哎。这样海因特要放到第一队去。特放一队是必要的，特雷莎也可以放二队，他模仿也蛮高的。看一下一队要怎么打，这是二队，黑泽天音感觉，欧尔贝克，欧尔贝克要怎么放比较好？漂浮泡面啊，这抱歉，亚芬也可以丢二队，泰里翁丢一队，泰里翁、海因特。欧菲利亚，这样贝克要放哪边比较好？贝克跟亚芬只能选一个。应该是顶得住，可是没有补血队伍，我就不行哎、欸。这样子，把塞拉斯跟海因特对调应该是 OK 的。8079写考一下就挂了。好，嗯，我先还是要先把前面这几只打掉。原本队伍怎么配的？这样吧，先把它打了。本番ね。さて、还要再把这个打完。猛攻！
頑張ります。コングレアルクス。マジックスピードだ。ダメね。连补品都不想吃。守りはガラ空きだ。行くぞ。怖いね。頑張ります。他好像弱风了。萨利萨温特。我记得他弱风暗。定月在 J 黑眼睛。獲物は逃さない。さて。游标感觉。他这个可以。这个真没差。武闘機シルティージロ。行くぞ。哎，他原本 pass， 他没差。そいつは生まれた。ここからがさあオーブショーウィンヒルドよ。負けまでは行きます。サルサーウェンジャー。真的超浪费时间的，我又不想解了。随便。随便。哇，这么巧，大家都这么后面，啊，随便。这招到底可以干嘛？这傻笑。随便。哟。行くわ。真的是很浪费时间呢。我が剣は守るべきもののために。行くぞ。マジックスピードだ。え、这叫弱。覚悟はいいか。怖いね。出番。マレフィカ。頑張ります。随便。
さて、行くわよ、武闘機シルティージよ。頑張ります。要死了没？我看。啊，随便。サルサーウェンド。行くぞ。行くぞ。守りはガラッと。行くぞ。好、哦，你可以动两次，暗影动两次。守りはガラッと。要死了没？それ。サルサウェンド。さあ、覚悟はゴブショウィンヒルドよ。你怎么血这么多啊？天哪！驚くかしら。マルヒカ。覚悟はいい。投降シェーベルよ。我的血怎么这么多啊？我的天哪！哎。多捅你两下！我靠，你血真的很多呢。要死了没？コングレアルクス。どけ。ライフスピードダウン。这叫那怕别戏。驚くかしら。マレフィカ。どけ。マジックスピードダウン。さて、本番ね。踊ろうかしら。マレフィカ。それでは。哇，打太快的话，打不死的。随便。行くぞ。快呢！どこ見てるんだ？随便。行くぞ。守りのガラッと。干，这种最麻烦，因为你想要打快，所以每一下都要思考。我好不想思考。滚。それでは。八字也没有很难，就是麻烦的意思。ゴブショウィンヒルドよ。行くわよ。行く武闘機シルティージよ。
負けません。アタックしてください。サルターウェント76%还那么厚啊。マジックスピードです。啊，没死了，多补你两下。啊，随便随便。ライフスティールだ。月輪に反撃の守り行きましょう。要死了没。サルターウェンチャー覚悟はいいか。这里怎么样？所以随便敲他一下就好。哎呀，学翻了、啊！不行，这边还是不要乱比较好。我先上个 buff。看起来我的实况并没有发生问题，那是哪边发生问题？我的 Switch。没有 Switch 是好的。哎，又复活了！来吃，一次。花生醒魔术。マジックスピードだ。ここか。十文字切り。それか。あ、是要死了没。サルターウェンチャー。成果の加護に感謝します。行きましょう。サルターウェンチャー。驚ろうかしら。マレフィカ。覚悟はいいか。え、你怕什么？全本より。我甚至忘记这叫我怕什么。管他，往后面丢。行くぞ。もうこ。それでは。コングレアルクス。出番ね。覚悟はいい？随便。武闘機シルティージオ。行くぞ。コファ。守りのガラクタ。頑張ります。覚悟してください。コングレアルクス
踊ろうかしら。彗星よ、示せ急所。狼雄鹤人之覚悟はいい。ゴブ将ウィンヒルドよ。要死了呗，也是很浪费时间的。そいつは怠けだ。这样也爽。ここからが本番だ。頑張ります。コングレアルクス。さて。はい、好，没事。精神、みなぎる力を。我都忘记我 BP 增幅。出番。精神、みなぎる力を。各怖いね。怕龙伯。投稿シェーベルよ。アタックしてください。コングレアルクス。好，我们又清完了。戦いはやはり苦手。